带小孩子去哪里玩呢？我们先来看佳姐还有小馒头。好可爱啊！哇，每一次暑假的时候，温翠萍都会带着她的女儿回到台北来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今天我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特别来宾，叫Naomi，对不对？暑假的时候，她也是会从上海到台北来的。他们两个是舞蹈班的朋友，对不对？每一次从他五岁开始，几岁？三岁开始，就要让他去参加各种夏令营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非常厉害的陈孝萱。好，暑假开不开心啊？开心啊！对，很开心啊。小馒头，开心。有没有做馒头？没有，但是他也有参加过小小厨师。对对对，他有参加小小厨师夏令营，而且那个是3天2夜的去住宿的那种夏令营。离开了妈妈，他的自理能力 OK 吗？就 OK 耶。他就要去之前，他就会自己把衣服收好，然后去回来那个行李给我看的时候，哎，好厉害哦，干净跟脏的衣服分开。哇，对，小馒头长大了。要求好低，很独立，很独立。但是呢，孝萱说 ，no， 过夜的不行。我觉得女生比较可以信任。你怎么这样子讲？你的意思说男人到老了都不能信任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没有啦，我觉得小男生他们在某些事情上面还是比较没有办法。管理好自己，尤其他们人来疯的时候，一嗨就很容易，就是把自己就是危险啦。我觉得比较容易会做危险的事。铁弟第一个参加的夏令营是什么夏令营？那时候是我们到国外去，就是参加那种，就是他是也可以玩，也可以住宿，然后都全包的，然后让小朋友就是到一个环境呢，那边有各式。就是很多国家的人，然后都是完全不认识的人，然后他就必须要在那里去跟人家。他演小海龟是不是？哦，对对对，是，这个是他才去那边。你演那个大海龟吗？没有没有，这旁边不是，旁边的是那个工作人员。哦，工作人员带领他们去演小海龟。对，然后他就很开心，因为虽然大家都不会讲中文。可是他也可以跟人家哈拉得很开心，也哈拉得很开心。小孩子就这样子嘛，也哈拉得很开心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，适时有一些机会让他们去接触不同国家的人，还蛮好的。对，那孝萱让孩子参加过5次，也有小小厨师，好像对，大家都会把小孩用小小厨师，还有科学营、奥林匹克运动营。围棋，你是要他手脑并用是不是？其实大部分都是他要求的，尤其那个围棋，因为我曾经想说，为什么他这么对围棋这么有兴趣？我有坐在后面想要试着去了解，但我真的听得很头晕脑胀，很困难呢。可是小孩子有的时候围棋就很厉害，对，他们玩得很开心。那厨师营像他这个就是，他是没有过夜啦，他没过夜。如果过夜，可能过夜的话你就去了。对，那个刀子可能就不是在那个水果上，就不知道在哪。其实我觉得放他再大一点了，再放他去，对，我觉得稍微再大一点，以后机会还很多。对，你南欧米有参加过夜的吗？一些舞蹈的，舞蹈的哦。哎呀，你呢？有啊，我有参加过啊，有参加一个就是8天7夜的啊，8天7夜，对啊，妈妈你太放心了，他那个是 YMCA 的，然后是我是去年才放心让他参加过夜的，那他现在几岁？他现在刚满12岁。好，你去参加陆战队啊？对，他那个有那个七弹射击，就是打仗的。对，然后他那个叫做户外野外营哦，有学很多，有像爬树，然后上面有钢丝，然后就走那个钢丝，然后还跳钢丝。胆子这么大？对，还有跳下来的。对，还有跳下来的。妈妈有没有去？我有去看，那我在旁边看就觉得好恐怖，我根本不敢坐，不敢爬上去。他们爬得好高哦。没有哭第一天？没有。是回来的那天要哭。可是就是住那里很不方便啊，就是晚上超冷的，然后睡觉会感冒啊，然后那个洗澡。他们知道睡觉会感冒，不错嘞，因为是睡觉会感冒啊，这都是要离开家才会知道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洗澡也很不方便啊，所以我连续4天没洗澡。对。
脏死了！他带回来，我以为他内衣裤都会换新，都是脏的回来。结果哎，怎么好几件都新的这样子都没穿？我说你都没有洗澡吗？没有洗澡，他不敢洗。麻烦就不洗了。不反正都要出，反正每天都在出汗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第一天去洗澡的时候看到一只蟑螂，我还以为看到一只蟒蛇哎，他那个蟑螂不要洗啦，很不方便。Oh my god！ 十天以后你跟蟑螂也差不多耶。那里面是不是大家都不去洗呀？就是对啊，大家也是，因为大家就凑成一团也无所谓啦。其实我觉得是不是，因为大家坐月子一样啊，就是到后来就是头没洗好像也没差，因为大家头没洗。对，今年才刚去参加完一个青少年领袖夏令营，那个就比较特别。那是在干什么？那个是经过学校推荐，今年成绩好的有老师推荐，然后全世界各地有几个学生对来报名，像开会啊，就有点像开会 workshop 这样子，然后教他们怎么样独立自主的精神啊，团体生活啊，领导团队啦，各式各样的，就是比较像。你问他，你觉得好不好玩？好玩啊！那蹲下去干嘛？就是有时候会去我们那个我们的就是小房间啊，就是会玩一些房间，你们自己的房间，自己的房间，我们都挤了进去了啊！对，然后讨论是不是？对啊，讨论，然后就玩那种就是团体的游戏啊，就是应该是会议室啦，不是？对，会议室，有conference room 呢。所以大家就像大人一样的开会、讨论、玩游戏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最后会让他们啊一个一个上台，然后演讲介绍，然后呢，或者是告诉大家我这几天来学到什么，交到什么样的朋友，这样子还不错，不错哈，对不对？很贵 ，Naomi 很贵，很贵，真的很贵。那个是那要住的吗？要住住三天，四夜三天，而且是比较高级住饭店，然后每天中午晚上那洗澡就没问题了吧？对，没问题。那你就有每天都洗澡吗？对，都有洗。而且每个人好像穿的都很端庄的样子啊，所以一个野外的，一个在室内的。其实小馒头也可以去参加这种哦。嗯，对，他今年其实16号他也是要参加一个探索夏令营，探索夏令营。他那个有那个大溜索，他是3层楼高的那种，身上绑着绳索，然后从左边溜到右边去，这要考验非常非常信任在帮助他的人，还有那个攀岩4层楼高的攀岩，然后身上都要。我干嘛又为了这个去考验人家？就是很有口碑的，然后那个他很多的同学妈妈，然后去参加，然后萤火晚会的时候看到他们跟教练抱着，很信任，很舍不得，然后抱着哭，然后那种情感，12天的。12天去了，对，好久，12天，你可以放假，好，对，我放。